34岁中国男星张翰以电视剧《杉杉来了》温暖的前霸气总裁形象深植人心。他与小8岁新疆女星古力娜扎曾交往近3年，不过前年却无预警宣布分手，表示两人因承载外界过多压力，加上事业聚少离多，感情渐渐变淡。不过今日却有媒体拍到古力娜扎出入张翰所住的社区大楼，两人疑似旧情复燃。两人和平分手一年多，今日有路媒拍到古力娜扎一身黑衣，戴住帽子、口罩，低调现身张翰住处的社区大楼，随后与助理搭车外出数小时，又再度回到该地，被路媒猜测两人疑似复合。不过对此，女方工作人员则回应新浪娱乐，绝对没有。张翰的工作人员也辟谣，爆料是捕风捉影，双双否认复合传闻。张翰曾与女星郑爽低调交往5年，却在2014年分手收场。隔年张翰高调在微博晒出接吻照认爱古力娜扎，导致古力娜扎一度被传是小三，让这段恋情一路走来风风雨雨。吴佩珍综合报道，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奥斯卡花絮，一个莫夫让你融化美国队长秀绅士风范，奥斯卡星光水行侠 F1NDI 圈当手环穿老佛爷，一座后台铺小金人童颜 AV 女优半路被警拦，原因让他哭笑不得，古力娜扎被拍到出入张翰住处社区，疑似旧情复燃。翻社优思娱乐微博关键字张翰古力娜扎，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 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。